白石七医院呢要加强我们的消防升级工程，那所以我们希望呢给我们的植物人在安养院的部分呢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环境。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植安院的部分要做加强的部分，包括我们的防火门，还有我们的安全玻璃，还有我们所有的墙面都必须是硒酸钙板的一些强化的消防的材质。所以这里呢，我们斗六分院呢，大概这个消防升级工程就需要到280万之多的一个缺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包括我们的旭邦集团、装饰中心会，还有我们的长城国际同济会，以及我们的塔吉特这边，也提供了非常精美的一个典藏礼盒。我们只要购买1000元的一个原油券，就可以送一个价值350块的一个典藏礼盒。然后我们在5月11号呢，也一样同步在人文公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爱心原油会。我在这边呢，也呼吁我们所有的爱心民众，大家一起来这里逛，好吃好玩，好，那也可以做爱心。那我们所有整场的一个大型的爱心园会的所得全数都要捐助，作为我们今年消防升级工程的一个经费。Yeah。
旭邦不动产的庄耀伦董事长跟唐顺德董事长。云林向场，齐心向前，那云林成为一个更有爱、更温暖的地方。我们欢迎县长。谢谢我们创学基金会我们的林月清督导哈，还有张小荣院长，还有我们创学基金会所有的同仁、是好伙伴。那今天非常难得来到我们的塔吉特哈，我们的这个廖秀平廖董事长哈，那我们的庄美玲庄理事长，以及我们今天呢同样要做爱心的哈，我们的庄世伟庄总裁，同时也是我们长城国际同济会哈同济会的哈，我们的会长哈，还有旭邦天之水以及旭邦不动产的董事长，以及长城会所有的会员哈，所有的好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还有很多媒体朋友，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了哈。那今天呢，非常难得，然后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企业界，还有我们的同济会，能够愿意大力的站出来，大力的来支持创世基金会。那创世基金会呢，我想大家对于曹庆先生呢，我不晓得曹庆先生大家认不认识他哈。但是曹庆先生，我想除了创世基金会来协助植物人之外，华山基金会帮助我们山区的老人。失智失能失依的老人，还有一个仁安基金会帮助我们这个街头的这些流浪汉哦，所以我想我对于曹庆先生呢，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感动哦，他年纪这么大哦，还愿意为我们这个社会来付出这么多，尤其是植物人，我相信家里呢只要有一个植物人，这个家庭啊愁云惨淡。陷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哀愁环境当中哈，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帮我们植物人，以及帮我们植物人的家庭，让他们能够走出阴霾，让他们得以有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创世基金会非常需要大家来支持跟照顾。当时我也大概因为我们要破床没有床，我也来协助捐床哈，所以呢，我想。每一天这些植物人本身所面临的所有的开销，包括最重要的尿布，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支出了哦。那所以呢，面临到现在整个台湾环境经济非常不景气，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呢哈，要募款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创世基金会他每一次透过公益园游会，我们都知道。公益园游会能够募集的有多少？我相信这个数字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哈，都知道说，这个公益园游会到底能够募集多少哈？尤其是我们要提升整个消防安全的设备，这个整个的经费是比较庞大，需要到280万280万。那我今天非常感动哈，我们这个廖秀平廖理事长廖董事长愿意登高一呼提。
供这样的一个产品，甚至它的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在整个网络上啊，或是呢哈，在整个销售市场上已经深受肯定哈，所以不需要透过这样的打知名度了哈。所以我想是今天本着哈优良企业的一个形象，所以有这样的爱心啊，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然今天旭邦，我相信旭邦集团在庄董事长、庄总裁、庄会长，他身份很多了哈，因为也参与我们国际社团哈，我们这个同济会啊，长城同济会那。基本上哈，它的相关企业哈也相当的多了哈。那今天结合的国际社团，结合的它企业界哈，所有这些相关产业呢，共同来付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哈。那我们庄董事长、庄氏基金会也愿意贡献来胜出。我想这个事情哈是一个好事了哈。那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植物人，让他们呢哈，在没有办法哈，像我们这样哈健康正常的人啊，遇到任何灾难都有可能哈因为没有办法急速的去逃难，那植物人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协助他们哈。我想每一个生命呢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哈，不能因为火灾防患不及，而因为他没有自主逃生的能力而深陷火窟哦，我想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想可以帮忙的话，我想不因是善巧而不为啊哈，一块钱都能够做善事。所以人家说积沙成塔哈，那今天呢，只要有心人，我想愿意来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就算到我们的公益圆游会呢哈，买一张爱心圆游券，都是一份公益，然后都是一个行动力，都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哈。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台特别感谢所有与会的相关单位，所有这一次愿意伸手来帮忙的哈，所有善心人士。那我希望这次的公益圆游会好神驾到，能够非常成功圆满。尤其是5月11号要在我们的人文公园，希望扩大的办理，有更多人呼朋引伴哈，那全家出游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哈，爸爸妈妈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感受怎么样来哈协助弱势团体哦，让他们激发他们的爱心呐。我想孩子呢从小开始，让他有这样参与这种善的哦，这样的一个团队，善的这样的环境，我相信他长大以后呢，绝对一定会感恩跟怀抱着哈这感恩的心情来回馈这个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呢。庄理事长，那天之水的庄董还有我们长城同济会的前总会监事，然后陈会长，还有
我们云林区的区秘书长，还有在场的还有我们车基会的张院长，还有各位伙伴，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以及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好。我想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最重要，应该要感谢我们那个张院长哦，创新会的张院长，他的努力跟付出啦，没有他的一个付出哦，也没有今天的成果。他既然那么辛苦，这么努力在做这样一个付出，我相信我们作为身为一个企业，我们就要需要有企业责任。那身为一个国际社团，就要国际社团应该要做的担当的事情。那这一次其实张院长提到说，还希望能扩大举办，我觉得很好，因为去年我们在龙公园办的成效非常的好。那既然要扩大举办，那就给他扩大举办。我希望公益哦，我们公司在做公益是不落人后。那因为公益是一个好事情，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那我们旭邦是抛砖引玉。那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有介绍说，我们是第三年在继续支持创世基金会。我希望未来的每一年，我旭邦永远支持。永远支持。那接下来，记者们特别携手我们云林县的创世中心会以及我们长城国际国际会哦，一起来携手做这样的公益。我希望你说结合我们不管是任何的社团的力量，或是企业的力量，一起把这样的公益把它做大。那所以也希望我们现场可以大力的支持，大力的支持。那最后，我们祝我们五月十一号那一天的活动可以圆满成功。谢谢。装饰中心会的理事长美玲姐，美玲姐非常重要的是帮我们把大家，把整个旭邦集团，然后把云林县的朋友们，其实美玲姐哦，装饰中心会在云林各种大大小小的公益场合，真的是爱心不落人后，在许多其他社团团体的场合，也都常常看到中心会在照顾我们云林在地的乡亲。那我们现在就请美玲姐来帮我们说。张县长，还有我们塔吉特的董事长，还有我们那个旭邦集团的总裁，还有庄耀伦董事长，哈，他是旭邦编制，然后我们的唐经理，旭邦的唐经理，还有旭邦的雅竹女经理，然后我们长城的总监哈，好，各位长城的伙伴大家好，还有我们辛苦的记者朋友，各位贵宾，还有创世基金会的我们这些伙伴。大家好。我们的庄珠玉阿嬷，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十元便当的阿嬷，就是我们总会庄其雄总会长的妈妈，还有我们志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目前是庄联总会的副总会长。那我们希望我们庄氏能够在全国发挥爱心，各县市也因为我们的创世基金会的帮忙，包括彰化、苗栗各县市也都有在帮助做这个区块。那也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支持下去。然后也希望社会大家能够抛砖引玉，大家发挥共同的爱心，让这场年会办得更好，把我们庄氏中心会能够有一份的力量在这边支持。然后谢谢各位，也祝今天的那个记者会圆满成功，谢谢。也想要邀请一下，总监、总会监事的，就是理事长、监事长，来帮我们说几句话。好，我也感谢创世的爱心的在座的有我们的张县长，还有我们的庄总裁，是我们目前长城国际同济会的会长庄会长，还有我们那个旭邦的什么？副总裁啊，董事长，以及各位在座的记者先生，各位好伙伴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也都没有准
着真欢喜的心情来参与。今仔日，迄个当下国际冬季会临时的一步一脚印，哪里需要服务就服务到哪里。哦，啊有机会，哦，啊我阮来出一个力，哦来参与，非常感谢。啊，以上，哦，今日这大会会当圆满成功，非常感谢各位，谢谢。帮忙，我们干嘛就要感动哎！那最后我们的压轴，欢迎我们的塔吉特董事长。因为塔吉特呢，其实在云林是一个就是非常老牌子的企业了。那这一次我们的圆游会呢，当我们来拜访董事长的时候，哈，义不容辞，也是二话不说就说好，圆游会我要扩大办理，所以我们这次举办闯关活动。那完成闯关活动的人，只要有来有完成，就会拿到这一份非常精致漂亮的塔吉特吃果子的礼盒，然后董事长然后就说好，2000份我赞助，所以这个完赛礼的这个精致的小举落果冻礼盒，非常感谢我这次愿意来展规矩带厨房，也愿意一起来回馈乡亲，非常重视社会企业责任的塔吉特来支持这次的公益圆游会活动。那我们邀请廖宣平廖董事长为我们恭喜大家。张县长，庄总裁，还有庄董事长，还有。辛苦的创始的伙伴们，大家好。好。很荣幸哈，这一次有机会，也很高兴可以来配合创始做这样子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了哈。我觉得创始的伙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日期的选择真的棒哈。5月11号，5月12号是什么日期啊？母亲节啦哈。这个表示说，上次就像妈妈的爱一样啊，用这一种爱心呢，可以把这份爱推广出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给需要的人。那我今年担任我们厂协会的理事长，所以我也愿意很乐意把这样子的活动在我们厂协会里面，透过这么多的厂商们，大家共同来推广。我觉得好事情大家一起来做。那这个社会整个氛围就会改善，就像我们县长的政治理念一样，他希望说云林是上场的，云林可以越来越好。所以透过这一些这样子的活动，我们乐意来配合，包括小朋友都欢迎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就多多来这边做 DIY， 这边来走动走动看一看这样子哈。那最后就是祝福我们整个的活动可以顺利圆满成功，可以募集更多更多的一个资金来帮助需要的人。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接下来的话，大家坐了一下子的话，我们就要进入今天最重要的蛋糕比赛的过程啦。那可以麻烦伙伴。我们待会旁边会有一个蛋皮，那我们呢从上面拿下来。
准好，将它盖上。那盖上去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大朋友拿起我们的抹刀，然后拿取适量的馅料放上去，然后以推压的方式将我们的馅料涂抹均匀。好，大朋友也要注意看哦，这是一个抹鞋刀哦。对，那我们以推压的方式将我们的馅料涂抹完成。推压，这样子就可以了。有点像按摩的感觉吗？对，就像推压，推压，推压，对。好，那最后呢，我们将我们的最后一层蛋皮盖上，今天的爱心城堡就会完成喽。那我们像这样子盖上。就完成了，请大朋友帮我们推压推压的抹上抹酱。那小朋友们很重要的就是帮我们城堡一层又一层的叠上去，这样子。好，那最后最后倒数那个三十秒的时候，我会倒数跟大家计时，说我们要把最后一层的那个蛋皮盖上去，对不对？对对。那哎，那等一下倒数三十秒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来到前面来，我们必须邀请县长，还有我们的旭邦集团的总裁，啊，以及我们的天之水的庄董事长，以及我们不动产的唐经理，啊，以及我们长城同济会跟我们的集团总裁一起来完成蛋糕，以及我们的美玲姐，还有我们的廖董事长，好不好？好，那来，我来看一下哈，大家都有拿到蛋糕了哈。来，同济会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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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这边，我们一起喊好神降到，爱心启动，好不好？那我们现在集中一点，好不好？我们蛋糕把蛋糕就是集中一点，好不好？小朋友在前面，大人在后面，我们蛋糕就是往中间集中，我们方便来拍合照，带着你们的牌子，然后我们把就是蛋糕往中间集中，把蛋糕往中间集中，好。没有券，那个伙伴们，请帮我上节油券。好，还没，要等我，啊，你要滚过来，记得拍照。拍照。好，大家都有那个蛋糕集中了，好。那等一下，没关系，那等一下我们合照在第二张。等一下呢，我会说好神驾到，你们就要用爱心启动，然后启动完再把牌子插下去，好不好？插在门柱的那边，来，放在那边。好，等一下说好神驾到，你们说爱心启动哦，他就马上把这个招牌插下去。好，一二三，好神驾到，爱心启动，耶，插下去，哇，好，大家合照哦。好，要来个那个有数地瓜，你们要说耶，好不好？好，把这个抓起来。好，可以把这地瓜一边。好，你们可以把蛋糕。好神驾到，活动成功耶，好不好？好。
谢谢。等一下，就是记者朋友们要离开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塔吉克要谢谢他们哈，要提他们记者的伴手礼。等一下要离开之前，记得要来拿一个采访的伴手礼。然后现场现在这个是我们。在家居家好有跟蒸汽泡的好
是有他五专高小妹妹。那是我看我们前老朋友帮忙，为你正好，快要你可以在那边。政府现在撤之后，所以呢，我们没有本来开会啊。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哈。